論嗰間公司成長到咩階段，進化到邊個地方，我都要當佢一間細公司嚟到 run。嗯。細公司 run 咧，即係話千祈唔好太多分唔同嘅部門、唔同嘅架構、唔同嘅層數去阻礙公司嗰個運作，令到佢嗰個效率係減慢。無論公司變到幾大都好，架構千祈唔好好似棵聖誕樹咁，係逐層逐層咁上，最好好似個冬菇咁樣一層嘅啫。